这头儿就这是火上，俺刘叔俺回家了没有？啊，回家了，带过来。哦。啊，那点子很多都回来了嘛。嗯。啊。王三，你刘叔俺回来了吗？我这真的在上班呢，把父母给带起。你打过父母啊？啊，是教过。教过不能不能了嘛？不做的时候，那边上给拖在地下。转去的。是地下跳的。太肥了噻，太肥了，这时候不能跟他唱。嗯。那咱们是在那儿跑的。不多少。我一点肥都没有。跑起来差点跑。他是就给。这里就单向的，嘎。哦，就是。哦。哦，比这比以前好点，拉哦，再拉哦。哇！我把这声音给挡了。刘妈好。听到惨的响。我都盯到了。你叫我穿个毛衣吧。我把你衣服冻进去过。你试一下。俺们现在才到了。太好了你。你把外套脱了，然后试一下。可以啊，来呀，给我，这也行，有劲。小不小？哎呦，这谁的？哎，刚好是，刚好是，不大，刚好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扣一下看嘛。那大了低了那我个。不大，本来这衣服就是这样子的，刚好是。哎，合适合适。哎呀，你说龙回买哟，我们衣服就是。合适，今年还要的。要的，可以，刚合适。哎呀，我错了。哦，这把那种我扔地几个，你那洗了，还洗的焦干的。可以，你妈。水缸不分间。你要不就落到噻。哎呀，你说回旋衣服，你给这好旋的是。干的也不得，热的也不得。这个可以，现在就拴着手就可以，就合适。这个我都是。做生就不做。试一下嘛。就是问这大家能做是吗？大家能做不是？应该可以的。应该可以，还是算。啊，你看我媳妇那好会买嘛，我两个说，穿的合身在本地哦。你要穿起大的一些都不香。嗯，不咋香，咋香？你买回来没有？你不去，俺妈是，俺妈买些混的很，是六十这个。可以，大不是吗？不大。那扣几块？长短都合适。合适。大的低的歪个。冬天穿。买里头。这冬天穿起来还穿件合适，那就是穿一单单就可以了。有点大，大了点儿，大了个码子。大了点儿嘛，那些时候多穿点儿啊，这冷的时候个是。要的，合适。大了一点点。大了一个码。大了一个码。这个衣服等于说穿起干活就不行了，干冬天穿把子抓烂。我喊你去讲啥呀先？哎，我穿可以。去跑可以，去跑多少些就摸到你。气啥子嘛？一家人是不是？你看嘛，你。我爷爷兄弟。这酒馆儿都喊一路去吃。哪去？啊。小姑嘛。嗯。那酒馆儿没有。小姑嘛就好。老婆，我去那个。兄弟个。哦，这肯定就这个嘛，小龙哥。哎呀，那个这龙哥，这龙哥也差不多。这儿怎么生？你儿好意思嘛？我二十一。
不吃鱼啊哈，马上到了哦。杨哥，做个生了做。简单的做个生噻。简单的。跟着要不要吧？不，简简单单的一家人吃顿饭。一下来吃顿饭嘛，是不是？又不是说做大生，是不是？是噻，要的。要的。刘总，那啥呢？走，走，我先喝，先喝个。好。啊。哎呀。等一下，上面。